你最近有没有推荐的保养品啊？我脸被风吃的好干哦，明明都有来养。那你可以试试妈妈这一瓶的精华油。油？油？我也像煎鸡蛋那油腻腻的。小姐，它不是你吃的那种油咯，你没有听过以油养肤吗？你看，像现在冬天到了，妈妈的皮肤呢就很容易干，很容易呢跑出皱纹，很怕脸的肉呢下垂不够紧致。这个是天然植萃精油，所有的成分都是植物配方，在脸上不会有化学人工，像浮一层油在上面的感觉，它是很好吸收的哦。再来就用这个导入仪，手换一下手换一下，哎，怎么温温的？是啊，这个导入仪呢，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55度哦，还有震动功能。这个热热的啊，冬天用真的很舒服哎，像在做精油 SPA 的感觉。一点温度啊，毛细孔它就会打开，精油呢就会更快进入到皮肤里面。你看，才按摩个几下，精油是不是都吸收了？而且一点都不会油腻哦。我现在眼下的泪沟淡很多哎，你看我这半脸整个都提拉上去了耶。两边差很多，现在都是不对称的，而且它是素食者都可以用的植萃精油，有很厉害的抗氧化成分，角鲨烷、抗阿魏酸，这两个成分就是能滋润皮肤，避免水分流失，就能抚平干纹，还有恢复皮肤的弹性。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气色很好？下巴和脖子都是可以按的哦，加上我们现在都重度使用手机，肩膀的地方哦也可以去按摩一下，按摩完皮肤就变得很透亮，而且很嫩，有 Q 弹紧致的感觉。你看，妈妈都用完了一瓶了，你就知道这多好用。我们再买一瓶送我。拜托，好啦好啦，那你要帮妈妈好好的做家事哦。好啦，那这罐就先收走。